需要有那种很以前古代的想法，说，女生读这么多书做什么没有用的，改成你嫁了就是嫁了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啊，现在事业和家庭可以并重，而且男孩子做到的东西，为什么女孩子不可以试着去做呢？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，不要觉得自己做不到，先接受那个挑战，过后才慢慢去学习怎样去完成那个挑战，因为女性是可以的。